选手在第三关落水啊，是他每一个其实过得很艰难，都摔在地上。第二组啊马上到了第四，哎呀好了，通过第三关，高台的二位了，恭喜小雨来到了第四关了，精灵梅花桩，这也是我们第二组选手当中第一位来到我们赛程后半段的选手。小玉你要听好哦，前三个梅花桩呢你可以这样匍匐前进，但是从第三个往后开始啊，要不然就直接站起来跑，要不然可能就是要趴下了。哎哎哎，小心啊，趴好了趴好了，哎呦，这就是身材纤细的好处啊、哎、你现在这样动作很艰难，哎呀很艰难，哎呀很艰难，哎呀，回到起点，但是小玉真的已经很坚强了。好了，小玉第二次登上我们的赛道、接下来要面临的是第四关精灵梅花桩的挑战。小玉到第三个我们再停留，好，稍稍等待，好，停在上面啊，对，绿色通过的时候，好，继续，小心啊，小心小 心，快跑，哇，这运气可真好，灵活，继续跑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蹲下来，头赛第一次，真的他在赛道上真的太坚强了，对，让我想到了白蛇传。哎不这样，小心用脚蹬了一会儿，哇，小玉你真的太牛了，哇，让人刮目相看，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终极阶梯，加油，就是都是不能小觑，是的，注意了，我们这个阶梯是会往里收缩，小玉我们已经看到你了，加油，快快冲啊，快冲，不能停，快快小玉加油，小玉快冲，加油，小玉冲，加油加油，小玉